87版《红楼梦》中的女演员，每个各有特色。与如今当红花旦相比，如何张力反薛宝钗端庄大方，气质温婉。正如第五回所描述，宝钗生得肌骨莹润，举止娴雅，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脸若银盆，眼如水杏，又品格端庄，容貌丰美，人多为黛玉所不及。可见张力演出了宝姐姐的韵味，这张才是张力最唯美的打开方式。娇美的容颜丝毫不逊色于满园春色，脸若银盆，弯弯的柳叶眉，眉不画而翠，而且面部线条柔和，简直美出天际。邓婕版王熙凤明艳动人，她虽不是87版《红楼梦》最美丽的女演员，但她用精湛的演技征服了众人，将王熙凤能言善辩、泼辣的淑女形象诠释得淋漓尽致。张静林版晴雯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比陈小旭还要美上三分。她把天生的尤物、水蛇腰、削肩膀、眉眼像林黛玉、贾府丫鬟中的第一美女的晴雯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。陈小旭版林黛玉是经典最美丽的存在，太生两裂之仇，娇袭一身之病，陈小旭将容貌绝世、才华绝世的林妹妹诠释得十分完美，手持花朵的瞬间更是唯美。林黛玉的扮演者陈小旭淡雅柔弱，眉眼含愁，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，眉头轻皱，眼角藏泪，只需一眼便已倾城，丝毫不逊色于如今的当红花旦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